生好啊，我是善贵，今日又嚟接下纸盒仔啊。首先要预备一张正方形嘅纸，如果大家是用双面嘅纸咧，就要留意一下啦。如果你想个盒入边系咩颜色咧，就用边一边喺面啦。首先是对接咗佢一个三角形。打翻开佢，接另外一边，打翻开佢，将个角系接去两条线嘅交叉点嗰度。翻翻开佢，将呢个角接去第二条线。同中间线的交叉点那里接返上来，跟住再接去中间调接线那里。另外这边都是这样做，将个角接去两条中线的交叉点那里，攞翻落嚟，个角接去第二条线同中线嘅交叉点嗰度，接翻上嚟，再接去中间调接线嗰度，将呢个角接上嚟呢个位嗰度。另外呢一边又是个角接上去上高的位置，反向背后这个接线的位置，斜斜地这样接去这个尖的位置，这个位置比较难接一点的，可以用少少工具帮下手啦。找张薄一点的纸，我用这个日历卡这样度住个位置，一接接上来，另外的四边都是这样接啦。接好之后就是这样了，反反转它，中间这里打开它，现在已经形成一个船仔的形状了。反退后面，这里会有一条接线的，推高一点点，在这个接线上接下来，然后将它上面接下来，跟住将呢个尖尖位接上嚟，而家咁样接咧系方便摄呢个尖位入去呢个纸嘅位入边噶，接好咗就咁样摄入嚟啦。呢一边又系推高佢。
呢条斜线度，短啲呢条斜线。条女仔落嚟，呢度嘅位置接一接佢，摄佢入嚟。整理翻好个形状就得啦。呢度睇见两个盒咧系有啲分别嘅，基本嘅折法都系一样嘅，系有少少分别，睇下点样做。粉红色呢张纸咧，就是剛才做的折法，折起上來就是紅色，就是這個紫色這個這樣的。而綠色的折法呢，就是這樣的，都是一樣折了個十字先啦。這裡接下來接佢中间嘅十字，攞翻出嚟，而家嘅分别咧就系红色呢一个系全部卷晒入去嘅，而呢一个咧绿色呢一个咁样嘅就系将佢包去出边嘅，咁样跟住嗰个折法都系一样啦。下底个位置接上去中间呢个位度啦，呢边又系下底个尖尖位接上呢个位度。反转佢。又是需要用少少工具帮助一下，四边都是这样做。打开佢，这个角我是接得不是很漂亮啊。推高这个位置，将出边短的这条线接入来。跟着又是接条脷仔下来啦，接上去一点。反过来屈翻落去，呢度接少少，接落去下边，推高佢，接出边条线入嚟，接条脷仔落去，屈高佢。再反落嚟接一接，呢度收起少少个口，方便阵间摄入去啦。好啦，完成咗啦。呢个就系两个接法嘅分别，睇下大家喜欢边个接法啦。祝各位 happy 每一日，拜拜。